轿经过彰化园林一路冲，信徒跟着跑，原本以为能钻轿底了，但是庙方人员拿着麦克风提醒信徒不能钻轿底，让不少人好失望。我跟你讲，人太多了，你要被冷滴滴冷，外公刚刚来拢袂赴啊。会赶是因为行程大抵累，銮轿要抵达西螺的行程比预计的拖慢了4个小时，因此到西螺大桥可能要到晚上。是信心较重要，大家拢知影倒腾来时间较充足，咱会大家拢叫卡。虽然行程延迟，但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还是不忘到北斗华严寺大客美食，就是这个豆腐乳，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味道。好饭嘛，食好食啦，哎，豆腐乳，钱也好食。好吃就好吃啦。严清标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断分享给其他人他最爱的好滋味。另外，在绕境的队伍中，一名外国人特别显眼，他是网红黑龙，特地南下参加大甲妈绕境。到了点心摊，四处望了望，最后他选定了一家，拿了一块红豆饼，大快朵颐。我已经有一些朋友在台湾了啦，看看啦，他们如果要来走8天哦，我们就来走8天吧。虽然黑龙只是短暂的到绕境现场拍摄影片，但他说下次会跟朋友一起体验走完9天8夜。而原本銮轿预计将在下午5点会通过西螺大桥进入云林县，但行程延迟了4个小时，云林的信众可能要再等一阵子才能盼到妈祖到来。华视新闻刘选于子玉、洪宁辉、赵英光、吴怡哲、谢忠义、彰化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